我们咨询了一下那个大象的那个饲养员，然后了解到大象比较喜欢吃西瓜，然后还有香蕉，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8月15号的时候就给他带了一个西瓜，然后还有几把香蕉过去，然后那个8月16号的时候，然后又给他带了一次西瓜、香蕉还有桃子，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大象的这个胃口比较大，然后我们也是让他那个少量多餐，能够享受到这些他喜欢吃的水果，所以就是分了几次，然后给到他这个好吃的，然后大概应该是今天他炫了一个20斤的一个大西瓜。